走了，刷溜的人太少了，真的。好不容易吃把鸡，也看不到几个溜，就看到了堂堂的两个飞机。哈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六六六，谢谢大家的六六六，谢谢大家的六六六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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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见，晚上我就不来了吧，晚上我就不来了吧，但是晚上我还得玩。我想一下，今天也就播了2点钟。五个小时，今天播了9个小时，差不多了，9个小时差不多了，走了，明天见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门都没开，为什么？听错了吗？哦，听到了。隔壁的电钻有点烦啊，感觉已经快装修一个月了。应该也快完了，来了。这个人是假车库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开始我觉得我隔壁有一个人，他没有，他跳的这个地方直接跑假车库去了，然后绕了一大圈啊，我捡不下。他绕了一大圈，从那边绕了一大，是假车库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门是他开的，这门不是我开的吧？为什么这门被开了呢？哎，怎么样呀？哇，难道他开了一下门之后再跑到假车过去的吗？啊，这么多子弹，兄弟！哇，还好。我还想打 AK 一点，感觉 AK 轻便，拿的手上比较帅。大盘鸡拿的走不动路，就很难受。物资点射再补人，是不是？